在加州洛杉矶取景拍摄的电影《La La Land》获得6项奥斯卡奖项。日前，洛杉矶市市长贾西提在市府前宣布，4月25日为《La La Land》日。电影导演和音乐监制获邀出席活动。根据 CNS 新闻网报道指出，现场有爵士乐表演和弦声表演。电影中取景的地方包括洛杉矶格里菲斯公园、天文台、天使铁路和中央市场等。